我爹呢？爹，你买点啥不？不买啊。我上青楼买一个那什么，那煤气漏气整。让李志明给修修。好不容易来个苦力，必须得用。看在车里走的。现在我要跟我妈，我们去一趟镇里边买点东西。然后我妈这号还惦记在路上再挖点菜，你瞅瞅，筐跟刀又备上了。妈，你整的这挖菜是主业了。啊，他不去啊。看这天空多好啊，蓝天白云。你上五金商店吗？那我跟我妈去买点姜啥的，买点调料。速战速决，有吗？没有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李克金的窗上的卡子啊，窗户上那个，煤气上的都能买了呗？啊，没事，都买完了。妈，你这筐和刀拿了个寂寞。我一会儿领你上那儿去啊。还去？我领你去找贝母去。不行，我老出现起不了。先进去把那个煤气赶紧整上吧。把安全隐患消除它。全都得换。买个管子呢还？我看那个网上管子。这多少钱啊？这个？没几钱，这管子多少钱？咱们去多长时间？十分钟。多分钟可多。二十分钟。你们一点四十去的。一点四十啊？嗯。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那这四十分钟呢？那么长时间吗？嗯。感觉可快了。嗯，我感觉。快上那打会儿吧。啊，没事儿。这玩意儿硬了，都不硬了，过性了。所以这我这赶上整饭，我就闻到老煤气味儿可大了。这玩意儿整不了。哎呀，我放哪儿了啊？我是不是没多少呀？没整。这天哪，一会儿下一会儿晴的。那玩意儿。嗯，这又下去了。老硬了，这锅。嗯，过性了是吧？你翻过来干。那哪边是头？这边是印儿。嗯，有味儿吗？没有，那能有味儿吗？嗯，那就行了。不太会用的是啥呀？先闭那头。啊？先闭那头。没事。没事了吧？好。你这一擦干净了。干净了。嗯。